我是在怀疑我的演技不行啊，觉得感觉非常良好，这样也是有排练的。然后第一次见了导演，对啊，几位新人都做了，好了，你印度人，你找印度人都不能，我就照我给导演定个审美了，很用力，反正很用心，很认真。然后除了天井还有达斗之外呢，我们还有 Justin 刘建辉耶。虽然说这一次没有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你的影子出现，是，不过呢，依然还是有他。